sexy 圆说办了 banking 卡，但卡面真的觉得很迷。好，来跟大家分享，这个卡面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好，那这个卡面其实就是一个小一，好，这个 banking， 因为它是数位银行嘛，所以它就是一的这个小一，然后它是在做一个热气球，大家看就知道，这个热气球呢就是带你就是往上飞，然后就是帮助你梦想成真。好，这是我们那个时候在听产品解说会的时候大概的意思。好，那其实没有很明确的讲，但是我个人的解读。好，虽然有些人觉得这种卡片可能还蛮丑的，但是呢我觉得它算是有一种童趣风啦。好，再加上就是它可能在三月起它的这个信心回馈率会往上提升，那至于提升到比如说是国内 1.2 或者是海外3%，或者是两者都有，这个我不知道，因为他们现在还在努力的在讨论跟争论当中。因为有里面有一派的人，他们希望说，我们都给消费者好，就是海内外都给他。但是有些人觉得说不行，我们这样银行会亏太多了，所以有的人会觉得希望说，有些长官觉得说，给 1.2% 就好了；有些长官觉得说，那你就给 3% 就好了。对，那其实这是很两难的一件事情，因为银行必须要撒银弹，才有可能让大家就是可以去就是拿到这么好的好康。好，所以大家可以好好的期待一下，就是我们下下礼拜，我们228连假过之后呢，可能官方就会有一个正式的公告。那正式的公告内容是什么，我还不知道，因为它不完整。